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全人群都很关注的，都甚至觉得有点头疼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些人关注，有些人不太关注。不会啊，二三十岁的人会关注，对不对？是吧？然后五六十岁的人也会关注，因为子女要到这个年龄了嘛，对不对？对对对，就是找对象。对对对，这期节目呢，这个真的是给大家谋福利。其实电视机前的这个单身男女啊，我们这个节目各位也值得关注一下，因为我们是请来了超级红娘，请来了这个全中国范围内最厉害的这个红娘。哎，我们有请第一位哈，第一位就在我们的上海，有请范老师。有请。为小爱，为大爱，公益红娘范阿姨把快乐带给大家。三年来，她让200多对男女喜结良缘，每个月举办的相亲活动，帮助5000多名单身男女找到对象，1500人投入热恋。她就是范阿姨，上海范本良公益红娘工作室的当家人。许多单身男女为了参加每月一次的相约范阿姨联谊活动会，几乎都挤破了头。四年来，光是相亲工作手册，范阿姨就已经换了16本。现如今，范阿姨拥有了自己的红娘志愿者队伍，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沪上所有的单身男女找到各自的归宿。欢迎。欢迎范阿姨，你看上去好让人信任哦。范阿姨被称为红娘当中以一挡百的红娘。哦，哎，为什么叫以一挡百呢？我们每一次交友会都是几百几百个人来，上个月就是六七百个，300平方米的那个房间啊，台上台下挤得满满的，六七百个。对，六七百个不算多。哎呀，我们2010年解放日报采访的时候1200。哦，每个屏风要站4个人，哪里两个？三里两个屏风，哪里两个？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很有可能要擦出火花来。对，擦出也擦出来了。我们这么小的地方，还不像上面的铁东里人，铁东里人。现在这个时候，你讲悄悄话最好的时候。我亲自见过什么？70年还71年，我到上海，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了，还不开放嘛，外滩。还没有现在这么漂亮，对，没有椅子的，然后就坐在大石头上，我背后就有两对儿，他们4个人在谈他们的恋爱，我也没办法在那坐着。4个人谈恋爱，真是两对儿，他没地方坐，就一块石头上，我就坐着，我说游客在那坐着欣赏风景，那两对儿就在那谈恋爱，一点办法没有。你说难受吗？没有，我没空，我也不乐意空闲，先让他坐过来，我先坐下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这么小的一个小平方，挤4-5个人，有个什么好处你知道吗？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体味，万一我讨厌他的体味呢？欧老师说的这个概念，这体味呢，会让大家误解为，比如说你身上有什么不好的气味。小听讲，我跟人家说的，就是人和人之间是气味相投，是有科学研究的。会说你会无形当中其实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气味，但是比如说如果我和李强比较靠近，如果说闻到他，就觉得这个人。有机会相处，比方说有的人不讲卫生，浑身臭烘烘的；还有的人虽然讲卫生，他的味道也怪，也讨厌的。在这样一个大家都是出着汗，然后挤来挤去的这个情况下，好像有点不浪漫，还要做游戏。台上留一点空间，运气球背靠背。什么热天，我一肚子气来。然后他们运气球在玩得很快乐，这个时候就是最好那个了解跟观察对方的时候。对啊，说句老实话，你们这种玩游戏啊，就是给男女之间创造一个肢体接触的机会。对对，就是这个。那还有什么样的游戏啊？比如说男女之间我们绕床握手啊，我记得有一个嘉宾跟我讲，范爷有个男的握我手按锁。他看中他了，他就故意握得可能紧一点，对吧？大家接下来就是握手。那最终方法，有的人就是觉得感应好，感觉好，他就悄悄的在背上。成了多少？我们这边是现在是10400左右，有200多、200左右是成结婚了。200多对，结婚了。400多。我们有1500个是热恋之中。我们为他们每一场那个牵手有5000多了。我就在想啊，你组织那么多大规模相亲会，那么你说1200人里，那怎么让自己可以被别人看到？女孩子因为多嘛，1:3，所以我劝每个女生要来相亲的话，你要花一点心思。哦，怎么？第一，
你要淡妆，淡妆，要淡妆。发姨不提倡你去买名牌，但是你要把你家里最好的、最漂亮的衣服穿过来。2010年的时候，我这边有两个大龄男孩、大龄女孩了，不大，他们其实每次交友会上见过面。但是呢，我没有特地跟女孩讲应该怎么来吸引对方，使自己走向成功。是。那一直介绍，一直介绍不成功，其实我发姨比父母还要急。那天呢，我就打电话告诉她，我说发姨今天在那个茶社开一个小型交友会，特地为你们大龄姑娘举行的，你一定要来。我已经把男孩约过来了，因为我事先跟他讲清楚，今天你来一定要穿得最漂亮，把自己要淡妆一下，把家里最好的穿出来。结果他那天把自己稍微打扮了一下。哎，那天呢，我也看了傻了，是漂亮呀。平时人家都说不是怎么样，因为他比较朴实嘛，不是很注重打扮。那天稍微逊色一下，扮装了一下，衣服注意了一下。对对对。就这一天来，4月30号，不仅成功，而且结婚了。哇！哎，我们今天到现场呢，也有一位哈，这也是曾经在万人规模的相亲会当中脱颖而出的胡芳，就是在一个大型体育场当中。当时呢，这个在室内，结果在黑压压人头上面突然出现了一把伞，这个伞上面就写着聪明老实，聪明老实，聪明老实。哇，胡芳，我真佩服你。谢谢。你怎么会想到这一招的？首先那个自我推销意识肯定是要有啊，然后其次推销的话要有些技巧，要突出自己的特点。对，像那个现场有些人呢，比如说想唱歌或者跳舞啊，这样来表现自己，我觉得那不是非常好。对，我表现出自己的特点，一方面人比较老实本分，另外一方面还算是聪明吧，是吧？哇，对，所以做出这样的举动了。至少他保证在1平米之内不会有这么多人。对，而且我觉得，那是我觉得男生如果打一把这样的伞，对吧？你会觉得这男生还挺幽默的。因为如果一个女生打一把这样的伞，上面贴着"美丽大方"，你不觉得有人会把你认为美丽贤惠？人家会来问你借钱。那我觉得现在上海的女孩，尤其上海女孩的妈妈们，就真的蛮现实的。或者说你经济状况怎么样？你都没有写有车有车有房，对对。别来烦我，还是因为没车没房，所以想到我聪明老师。你说对了，潜台词就是说没车没房。哦，但是同样你成功吗？对，就是后来加我 QQ 的有上千个人。上千个，是他们的那个筛选。是这样的，首先我是对他们每个个体都很尊重的了，因为那个信息量太大，所以然后必须对他们进行筛选。我是做 IT 的，所以在这方面有一种职业习惯，然后给他们加上几个维度啊，比如说首先是性格，然后再是他的工作能力，然后再是他的外貌，然后每一个乘以一个系数，再去排序。我的妈！男生相亲需要这么理性吗？这个首先我没有听到一个字儿，没有一个爱，我爱这个姑娘，我觉得这姑娘非常可爱，我才去考虑她的别的。她1000多个，你以为她都见过面吗？对方有可能也是同时问路，然后过来以后1000多人，我跪她，这大筛子先把小石子筛掉。1000多人里面，你最后见了几个？也就见了2-3个。啊！你是怎么筛的？筛2-3个？我能问一下，最后你见的那2-3个都符合了你什么样的标准，然后你才决定见他的？一方面排序只是一个手段了。对。然后就是看个人感觉吧，聊得来，然后刚好他也有空，然后大家就见面。我还以为你做了一个抽奖程序，一按啊，这个我觉得胡芳，你手上有1000多个单身女性的资料，你再去找点单身男性资料，你也可以开婚介所。你说对了，我现在在做一些公益活动，就是帮我们那个全公司的那些IT 男那些光棍啊，我定期的帮他们举行联谊会，就是我们中国女一定可以找到幸福人，因为他看上去就是那种性格很随和的人，很阳光。那这把伞就送给单身男士也去试试，到底有没有效果？这个也可以试试。王星星男。生于82年是吧？对对对，至今没有女朋友。对，然后你就转转。我以为听成从没谈过。我在这儿啊，但他换俩词儿。到范阿姨这儿登记一下。对对，这个已经才送上来对吧？我们这还有个老大男。老我的太太了，等到现在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是想让晨晨有个惊喜。这个男孩是我这边真有啊，真有啊，真的真的呀！他把今天家里面最贵的衣服、鞋子都全穿上了。他很优秀，各方面都不错。那么自己事业也好，家庭也好，本人条件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然后他还有一个特长，他说：“阿姨，我能帮你做主持。”
那么就在我这个团队里做一个开始。对，那他怎么留到现在呢？早不就被抢光了吗？对呀、啊，这么优秀的人士，他后来是有很多人抢他，但是他也不是很随意的，是他也是有要求的。我们来 Q 一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男嘉宾登场。你看人家不放了吗？握手暗示了，来，交给你了。亲友们觉得怎么样？你手可以放下了，好点吗？就是。哎，等一下，先让我们了解人家说两句。你们都不是亲生的，所以完全不对我负责任。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叫大雨，下大雨的大雨。然后今天总算看到了。在电视上看到的晨晨，哇！现实中，现实中看到，我觉得更加漂亮，而且，哇，四目相对啊！那是必须的，那是必须的声音，因为刚相亲的程序，你们懂不懂？第一眼对吧？看到有话，有对方。首先你说说看，看见晨晨有你的第一印象是怎样？你有心态吗？晨晨，你要说说看，大爷。哎呦，对，你矜持一点，你矜持一点，是一种得有出道电影的感觉。我告诉你，我要说话，你看他不是做的，他刚刚跟那握着他手，跟他四目相对说的话，那嘴唇一直在抖。对对，因为紧张，上电视紧张。哎，我觉得是这样，钱毅阿姨，你们几个都下来，就留。哎，对对对，来来来，我们都不说话，他们聊着。先聊聊，先讲讲。一二三，你们开始。对，好，那这样吧，我作为男生，你不要管我们，你们俩就单独你们俩自己聊。两个都是空气，现在。对对对。作为男生，我自己介绍一下，我是就是叫我大宇了，然后七年的，是做外贸工作。外贸工作啊？对。在外贸。啊，年薪多少？不，你别问，让他们自己聊。相亲的人都。我承认，不要管朋友，我们看他们怎么聊。现在还没到亲友团提问的环节，看见吗？没有到亲友团。主持人，你自我介绍一下，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结婚？因为是这样，就是我父母呢都是外地考大学，老的大学生考大学到上海来的，然后我所有的亲戚都不在上海，咱们要相亲的什么要七大姑八大姨嘛，我没这方面的资源，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呢，因为做外贸工作，老是出国展销会啊。广交会啊，出差啊，真的是没有整块整块的时间，所以就耽搁下来了。哦，主要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那你要问我什么？自我介绍一下。可不可以自我介绍一下？这个你哎，不用不用，你先说一个第一印象。丹丹啊，丹丹，你跟着瞎起哄的。来来来，丹刚才趁着我眼睛，丹一个手，你要了解他，万一这个不行，他下来。等等，要断绝。我们两个当中，你比较喜欢哪个类型？实际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各有各的美。像以后我觉得个性很直接，然后呢，晨晨呢有一种内敛。我看到。等等，你叫他什么？晨晨。关键是你知道吗？说我的事情，你的个性别什么？但是晨晨呢？会有点偏左一点，他就恨不得跟他俩四目相对。这样吧，你靠近一点，来靠近。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问了这么多，还不如刚才我们说的来一个默契的游戏，对啊、看一看能不能发出我对这个什么火花来啊？两人扇嘴巴也可以来。今天因为我们陈姐，我们都是亲友团，为了我们照顾一下我们陈姐，所以李强跟丹丹，咱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看看我们来，一起来。哇，你看他好细心哦，你看。你知道吗？一般在相亲的时候会注意到男生他所有的很多的细节。哎，旁边的男生在干嘛呢？呀，前面他们俩绑的时候是大雨绑他下去绑的，那这边是我趴下去绑的。是我绑在一起的，不是个女人。好，来 ，3, 2, 1，开始。啊，这么来？你拿一下。
知道吗？男女搭配做游戏的时候，一般像我们这种没有戏的人呢、啊，就是一般就是这样搂在一起，像兄弟，而且兄弟一样的，就是女生会把自己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出来。但是如果要是对这个男生稍微有点感觉的时候，他会装的，他会让男人主导。哎、行了，奶奶，你不要再说了。我都觉得我很对不起人家大宇，为什么你知道吗？就他到我们节目来，就碰到一群不靠谱的人，然后就被你们这样，只要你靠谱，我一靠，所以就我觉得好过意不去哦。行，什么姐姐？范阿姨都说了，就是要慢慢互相了解嘛，对不对？就是你也寻寻觅觅了那么久了，对吧？这个我也就是也毕竟胜到了今天了。看一下，偷偷看还不如主动来看，是不是？对。然后我觉得大宇真的是各方面都很优秀，还蛮好的。对对对，我相信也有很多女孩子还蛮喜欢你的。对啊，谢谢，好，谢谢。发现你这边真的是好多优质男生，是的，我这边其实很多优秀男孩是不少的。嗯，问题就是说现在的男孩女孩呀、啊、要求呢，你说他不对吧，他也很现实，嗯，但是你说他太现实了以后呢，要求偏离了现实又不好。对，所以就造成了所谓的剩男与剩女。其实我认为男孩去追女孩的时候啊，要动脑筋，要有勇气，对，要有信心，智慧，要把你自己最好的一面在最短的时间把它展示出来，对，让姑娘了解你这个男孩很不错。第二个呢，我觉得女孩子去找男孩子的时候呢，也不要光讲物质跟条件，有时候很优秀的男孩在你面前是一个潜力股，对，你把自己这个更好的机会就错过了，我觉得也没必要。对，关键是要给自己搞融资前一啊，很重要的，要认没赚到没有渠道的、嗯、其实基本上都是自己的问题。好了，这个我承认了。现场聊了这么多，不如一起和范阿姨来挑战一下今天的相亲任务吧。究竟范阿姨会接到什么样的棘手任务呢？我今天接到一个任务，是帮一个女孩介绍朋友。这个女孩呢，第一感觉比较偏胖，第二感觉呢比较男性化，第三感觉呢，我觉得她穿的衣服比较冷色调，都偏向于男孩的，这样的女孩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她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性格开朗，为人处事都很大气，这是跟她配了一个男孩，相差4-5岁。我叫高鸿飞，81年是2月出生，从事 IT 服务业，自己刚开了个小公司。哥，你说你我已经客户了，我帮你也把车位。老好了呀。就是都要机会，可不讲。哎，啊，可能走。我来跟他加绍一下，好吧？来，哎呀，哎，别握手啊。我一直都蛮想找个男朋友的，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可能也是身材的关系吧，其实一直都挺难的。年纪大了，自然会有一点缺乏安全感和需要点依靠的，所以我真的是很真心的想找个男朋友可以陪在我身边。下面就你们自己聊，好吧？阿姨嘴嘴了，啊，干了就走了，干了就走了，接。你先拍个运动啊，旅游啊，不想啊，打羽毛球，打高尔夫啊。我刚听你啊，一个农家小公司。我现在在那开家小公司，做个 IT 业务啊。听说侬外公蛮好的，对吧？不得十万块啊？十万就当是2万了，没事。工资啊，工资啊，红包啊，这种。好，再上再下，稍微长高点些，就像哎，这些日子怎么的？那你那么啥，在什么时候当？哥哥亏你们了，哥哥，因为我跟你为了为了完成结婚啊，去找对象，对，这个想法倒是够了，所以阿拉娘有人帮别人当，我们你们给了一次，你们想跟你就是你终身的幸福快乐，每日非常的想麻醉，对吧？我看到王小姐第一感觉是有点男孩子的感觉，还没有心态的感觉。能回到我底下那就觉得有什么感觉吧，有什么感觉？能回到没看到没好啊。要不你做我妹妹吧，以后有机会我帮你介绍一下，我兄弟朋友很多的。他当时要认我做妹妹，其实反而我心里更加释然了，因为我觉得也好，大家可以更加加深一下了解嘛，因为毕竟他也不是我第一眼就喜欢的那种类型，那这样也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我觉得。看来今天的相亲任务就要就此告一段落了，男女双方貌似都没有来电的感觉。等等，这时范阿姨和小高医生说着什么？
这一次的相亲又会有什么新的转机呢？比如说你觉得想看看其他的话，我这边正好有一个志愿者陪我过来，他姓陈啊，他姓高，小高，你们看看试试看好了，没关系的呀，不成功无所谓，做一个朋友成功是最好的。好吗？大阿姨看我跟他不是很配，然后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激情啊，然后大阿姨就觉得可能要找另外一个他的朋友介绍给他。我们不得不在此赞一下范阿姨，帮着小高寻觅到更合适他的另一半的同时，也不忘为小王继续寻找对象，真不枉金牌红娘的荣誉头衔啊。子博他有很可爱的一面，他五官挺好看的，是，就是你怎么去看一个人，你以后出去相亲的时候，你要想办法穿那个长裙子，长裙子，把你的优势突出来，把你不足的地方掩盖一下。他的性格很好，对对，他的性格很好，很坦诚，很大气，很爽快，我很喜欢他，很可爱，就像我当年我妈妈说我假小子一样的，所以我很喜欢他，性格很好。我觉得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其实我生活当中我就有碰到男生就喜欢子博这种类型的，我觉得自己舒服，我觉得总是会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的，缘分其实就在那里，只是时间和这个和机遇的问题。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第二位我们的明星嘉宾了，来自于武汉的陈老师和蓝老师，有请两位。哇，爱可以创造一切，爱可以改变一切，但一切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爱。要问红娘界年龄最大的人是谁，武汉陈兰工作室的这两位若数第二就没人敢当第一了。他们是平均年龄近80岁的老人，从事公益红娘事业60余年，迎来了30000个单身男女前来报名，促成了1000余对青年男女投入热恋，940多对新人喜结连理。凭借他们的光荣事迹，2012年被评为第8届全国五好文明家庭及标兵户。用二老的话来说，红娘是他们毕生的事业，而他们也会为此奉献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是他们成功的900多对里面的其中的一小部分，一小撮了啊，一小部分的结婚照。哎呦呀，真是很幸福！我觉得两位老师真是这样积了多少功德，那你们得整天喝喜酒了，忙死了。我们一个月大概得有10几户结婚，应该傍晚不去那么多。成功一顿要吃18个鸡吧？那你们吃多少了？吃那不那要高血脂啊，那个不能去啊。对，哎，那你们是在多少人当中就是配对成功了这么些人啊？3万多人，这些人的资料你记得住啊，看得了啊？我们两个就这点白眼。这红人这样，你吧，你见了我就这一次，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什么样就像我这样就困难吗？不困难，不困难，像你这样会被抢了。你跟他说的太好了，他就对自己很满意，他会始终的挑挑选选。你要跟他说你这个完了，我告诉你没人要了，你赶快嫁吧。他还说哦，那我赶快了。你说他我就会这样讲，我就会实事求是，是怎么样我就怎么讲。对。那为什么蓝老师你可以就是成功率这么高啊？经你介绍，因为我们两个人都看过了。比如说你来了嘛，登记了，我看到你本人了，脑筋里头马上就会出现一个人。看来蓝老师对自己还真是信心满满呢。所以今天我们也给蓝老师和陈老师安排了相亲挑战任务，来看看他们又会遇到怎样的难题，能不能顺利完成任务呢？我叫徐美丽，今年33岁，是一名化妆师，一晃眼就过30了。其实我的内心特别的小女人，一直希望能找一个大男人来照顾我、关心我，也一直渴望做妈妈很多年，特别的喜欢小孩子。今天我就把自己交给蓝老师了。没有什么车子、房子吧？有车有房。哦，还有房子。对的。那你条件都很不错了。长相呢，我认为你就是一个中上的。蓝老师夸奖。你的个子呢，稍微矮了一点。对对对对。你矮了一点，我给你找一个不高的就行了。面对协会可人的魅力，蓝老师的人脑数据库又开始运作了。这个我觉得还很合适的，它是海归的，个子也不那么高。那么来了，来，来不及没化妆，专注一下吧。小姐，你来了。
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你还是很合适的。喂，你好。好嘞，这是徐美丽。嗨，你好。这是沈燕兰。你好。好好，你们认识的。那是你的吗？整体挺好的，人蛮阳光，思维也挺开放的。刚才我才看到他本人，我觉得他吧，就是个小帅哥啊，长得很漂亮的，皮肤也那么好，身材也那么好，也不胖啊，什么都是很好，而且是从海归回来的，我觉得你们俩还是很般配的。你们俩在这里聊一下。就你有英文名字吗？就是 Mary。So well。The first meeting, cheers. 你几几年出生的？我33，我现在做市场，做 marketing， 就我学的也是 marketing， 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对我胃口，而且我比较喜欢用不同的方式去展现我们的产品，或者想一些不同的方法去做一些就是 promotion 的促销。建议我往后坐一点吗？我现在坐有点不舒服，那靠一下。随意一点。好的。不要像 interview 似的。你能说说你价值观啊？比如说你和现在家庭啊怎么样的？不走寻常路。每次都是那样，就是说永远不要跟着别人道路去走，一定要去想所有事情都没有不可能。好像是 Adidas 还是 Nike 那个 Impossible is nothing。因为你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是一个 follower， 是跟在别人。你觉得，会，当然不一定像我，我也不要怎么讲。所以。对，就你觉得我怎么样吧？第一印象，我觉得跟你聊天 ，it feels cool， pretty good， so， 这个想法我想中文怎么讲？还行。好像他对婚姻不是太特别的向往，他只是想找个朋友而已，可能跟我的初衷不太一样。Well, I guess I have to get back to work, so I'm going to help you just get out. 你说什么呢？我不听不懂。他一直觉得要完成任务的，给我的感觉可能我不是他的菜吧。我觉得可能性不是太大。作为朋友是没有问题，但进入还没有想那么多。看来今天这段相亲的结果有些不乐观呐，但陈老师和蓝老师依旧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更深入的了解来感受彼此更多的优点。啊，梅丽，你真的好美哦！美若天仙啊，真是。我觉得梅丽是个超级贤惠的好姑娘，是啊，这个所以谁娶到她绝对是幸福。我说我如果是个男的，我都会娶她，所以我在这帮她征个婚。如果真的有意的话呢，你可以微博 F 她，那她的微博是梅丽 Mary， 记得哦。我是听说啊，像蓝老师跟陈老师啊，他们这个在祭人的时候还有一套专门的这个符号。这些在我们看来只是普通符号的小标记，就是陈老师和蓝老师的自创人物速记标签了。这些标签可以让二老准确地记住每一个前来相亲的单身男女，几乎没有丝毫的偏差。但任凭我们怎么研究，还是没能读懂这其中的奥妙，还是让二老在现场给我们解密吧。我们有一位就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的丹丹，终于轮到你了，我的福利终于来了。来，你拿好。丹丹，请你站起来，我看一下，验证一下。不是，我看看，你看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一分就发，是吧？一分就发。好，他就是年月，哎，好像漏了一个体重嘛。没有。今年是80年1月，那年龄应该是偏大了。那个80年1月可以算80后吗？没有关系啊，我就是应该是80后的。啊？啊？是81不是80后吗？81啊！我呢还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81不要怕，你的心态就像18岁一样。我在这里呢，因为他身高还是比较高的，这啊 L， 对，还要给你写一个技巧是全面的，这是 K K， 哇，真的是暗语，长了一张老 K 脸。那么我让王老师再发个总包来请了吧，你说啦，年龄不占强势了。好都说出来了，太喜欢了。你要低调一点，婚礼的问题很难解决，听见没？
一个八连的男的早就被抢光了。对，如果你还高调，你还要把婚姻当成一个的，我要索取你的什么，索取你的什么，索取你的什么，那你就关门了。婚姻是付出，婚姻是奉献，奉献。对，你们听错，我读出他的密码来了啊 ！L 就说明你是老大男。老你这不是新疆旁边的老大欢乐是一个身高谁啊？哎呀，这也很犀利。好好考虑考虑啊！兰兰是给他画的，兰兰我们叫啊，画个总分，你给他画个总分。对，他还是很美丽的。我就一分啊！我画的这个分是上等漂亮。哦，现在请陈老师来解密了。这个不是老的，这个在英语里面，老是长的意思。这个呢，他性格是非常活泼，哎呀，好开朗。它是个活性元素，活啊！啊，这是假吗？哎，哦，这是化学元素表，哦，太科学了，因为男女之间本来就化学反应，这是假。它是负离子，臭氧离子。假元素。哎，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老师，比如说这样看完了以后，你们现在就初步定下来，觉得什么样的男生你们会介绍给我嘞？其实老师不说什么样，他脑子里就直接说是谁谁谁了。我现在脑子里头有，就是这一位。啊？他呀，他呀，哎，出来，出来，出来。很阳光啊，很英俊，很潇洒，很风趣。这，然后就可以了。年龄不合适。其他老师他说年龄不合适，年龄不合适那就否，那就否，再见。所以你的年龄不占优势。这个可以吗？这个就更不行，太矮了。就全靠你俩吗？那这样，这你劝我可以吗？你呀，还胖了一点。那你给他打的分打多少？只能打一减。负一，我是负一，我这属于残次品。所以你配对的时候，你配对的时候就是，比如一对一。一减对一减是吧？是的，我配对的时候啊，基本上是龙配龙，凤配凤，好船配好桨，好桨，好马配好鞍，红花配绿叶，才子配佳人，靓女配帅哥。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如果说他们给男生打分的话是怎么样？来，李强初恋，李强呢，他很潇洒。很风趣的那种性格，他的特点是矮了一点，想办法多拉双杠，多拉双杠，你的年龄过了双杠，找不回来了，已经找不回来了。他现在拉双杠，拉六杠，不要双杠了，什么跳沙坑、吃黄豆，我们都试过了。这小胡子啊，丢他，不要，胡子要长在上面，会把你。隔的一大排，给他打个分。你是个中上的，因为你啊，咱们俩一样。他矮了一点点，稍微啊，这是一点很遗憾的。我要你去拉双杠，可以拉得高一点。改变不了了。他这个年龄在男生里面，这个年龄有问题吗？就他79年，比我大概大一年这样。男的年龄越大。越成功，这个男女的这个年龄呐，是一个剪刀型。女的呢，到了25岁，哒，他就憔悴了，太早了吧？这个男的呢，到了40岁，噌，这行，我成功了，找不了了。但是我的年龄和阅历还是哒，万一两位打分打的不一样，以谁的为主呢？我为主，绝对是以他为主，因为该我来配。
我发现这么多年来，大概你们俩也有你们的方式，比如说陈老师好像挺让着蓝老师的，是不是？家里做主都是让你做主。是的，我的性格有点强势，这个我自己都知道。但是我呢，我有一点好处，我可以说是一个婚姻的标兵。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志愿军政治部文工团转业的，我年轻很漂亮。我我那个时候有1.64米，我现在老矮了。我那个时候追求我的人很多，我会唱歌会跳舞，但是呢我什么都没有看中，他什么都没有，他就是一个一般的穷老师。那个时候他的工资也没有我高，他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票子，什么都没有。我就喜欢他了，我觉得他可以，是因为我喜欢他的奋斗精神。他在读书的时候啊，他们家里两个妹妹病得要死，对吧？家里什么钱都没有，还是靠同学来资助他，才能够让他读出来，而且读得很优秀。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就喜欢了他。我们很苦的过了一辈子，到现在我们什么都有。真的好让人羡慕。是的，哎，从你们的角度看看，现在的男女青年找不到对象，老是相亲也碰不到好，你觉得最关键的是出什么问题？跟大伙儿说说。这个里面呢，主要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对吧？你要找一个什么人，首先你是个什么人要搞清楚。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跑来说我要对方怎么，我要怎么，一个手电筒就专门照人家，然后就不反过来照照自己，你是个什么人，是不是？所以我为什么很多人都到我这里来，很多大学生啊，医生啊，很多这个老师啊，他都说蓝老师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我上台讲课我都不怕，我到你跟前来我就抖抖神，因为你就是照亮他们的那个手电筒。哎，我说你搞什么呢？了不得就是我要喜欢对你们打击一点，我打击的对不对你们可以想一想。经常是说的比较对，我是让你能够正确的看清自己，然后呢再理出来你要找的人的是什么条件，这样你就容易解决。你太自我了，你就是把你的婚姻关在婚姻之外了，你的问题不能够解决。我这里有一个，他长得很帅很亮很高，结果呢他到我这儿来谈了2年都会把我累死了。我跟他介绍了60多个，60多个、我每天都跟他请人，每天都跟他介绍。我这个人呢，不喜欢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去讲别人或者是去推别人，我叫做不放弃不嫌弃。我就是这样，我不跟你到我这来了，我不跟你介绍成功的话我不会放弃的。我也不会去讲你，哎呀你这怎么样了怎么样。后来呢我终于憋不住了，我会累死了，我一天到晚都跟他在选，在跟他配，是吧？他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后来我就问他呀，我说你究竟要怎么样的？他说我要话剧演员的声音，舞蹈演员的身材啊，模特演员的风度气质，我要电影演员的脸庞。那你要什么？叫我？没有。你跟他说要，我就跟他说，你回家带着去吧，你。没有，你肯定没这么说。蓝老师拿面镜子说，你照照你自己。就是，这种人就不知天高地厚。我还是不打击他。我就说你如果要一两方面呢，我还可以给你诠释，是吧？但是你这四种都搞在一个人身上，多难呐！人无完人啊，包括你自己也不是完人，是不是？所以你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到最后呢，我还是跟他找了一个相当于类似的。啊，就那个标准，你给我找个男的行吗？161次他都愿意呀、啊。今天蓝老师陈老师来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范老师我们要再请上来，因为我们要帮所有的这个男女谋点福利哈。就是相亲的时候我们有哪些让我们困惑的地方，请几位专业人士帮我们解答一下。相亲当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都有哪些呢？前五名的问题我们一个一个来接，先从关注度第五名的问题接起哈。相亲见面要穿什么？哎，穿什么最合适？你来参加交友会，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招聘会。
我就刚才讲的，女孩子淡妆不要浓妆，浓妆男孩子看了也很 hold 住的，哎、嗯，然后呢，你把家里最好的衣服穿出来，得体一点就可以了，而且能够展示你最好的一面就可以了。我觉得女孩去见面的话呢，要保持本色，需要化淡妆，穿的时尚一点。好，我们来看看第四位大家关心的什么？第一次见面去哪里好？哎，约会约在哪里呢？第一次见面到哪里好？很多人都是吃饭，吃饭哪个家里没有饭吃？现在是不是？就是总是要去请客吃饭，这个并不好。我们那里有一个人呢，他有十次不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谈呢？他说每一次都是公式化。我说什么样的公式化呢？一见了面就找地方，找了地方就吃饭，吃了饭就再见。那么到了第十次还是这样，一点进展都没有。哦，所以那个吃饭也不是好事。哦，看电影呢更糟，电影完了再出来以后呢再见，不能回人家，也没有进展，很多人互相都没看清楚脸。对，我比较主张在茶馆，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对男方压力小，开销比较多。我是经常为男孩那个考虑的，因为男孩压力本身就比较大，要买房子又要求那么高。我一直大会上讲，女孩子不成功不要吃男孩子的饭，人家男孩子压力很大，要么就爱爱吃。我是这样提倡的，我都买单的，下次真的是对，我都买单的。对，好了，第三个问题我一生为难的，买单的时候 AA 制吗？要吗？两位红娘，其实这个这个也有一个度，我认为是一个度。什么叫一个度？比如说男女双方第一次出去，如果没有感觉，我认为爱爱制没关系。如果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大家都有感觉了，那我认为这次你付你抢着付没关系，下一次我主动一点，我认为这个也无所谓了，对对对吧？因为要增进友谊，有一个沟通机会。如果大家没感觉，男的也不愿意付，我这边也有的男孩为了一杯茶他不愿意付，有的女孩子很大气，他看不下去，不想有这个僵局，他主动付。我们这边女孩也有的，女孩子自己买单，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高尚的人。男孩子一定要这样去理解，如果你是那样理解的话，那这个感情交流就没机会了。像我们年代，我们是50年代的人，我记得我很清楚，我跟老公出去谈恋爱，那个时候到外滩就是人桥，那个时候7分钱的那个车票算贵的。那7分钱过去，他买，他肯定是抢着买的，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他的。那回来我必须要买回来，我不要用你1分钱，我就这个理念。因为我没跟你确立恋爱关系嘛，我就不用你1分钱，我就觉得我很堂堂正正的，对，没有亏欠过人家什么。所以我认为男孩子必须主动，女孩子也要相应主动。我觉得那两个人就能靠近一点。对，必须主动，相应主动。哎，否则的话，你放在心里，他也不了解，就是成功了，也机会失去了。所以说，这个 AA 制呢，要看情况的。哦，对对对。所以梁老师，你也建议 AA 制是吧？对。啊，好，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对吧？对，见面最忌讳问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件牵涉到见面礼仪的问题了。我见面呢最忌讳问的是什么？对方的男方，你听到女方，你是我这里介绍了一个吧，是大学老师是吧？我跟他介绍一个呢，是年薪50万，够了是不是？结果这个女孩去见面呢，就问你就是这份工资50万，你还有没有别的？还第二职业了？第三职业了？你还干什么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收入了？这个男生起身就走了。有的呢他就问你有房子，房子有多大了？哦，这么一点小啊。然后就说还家里，男子女孩喜欢问房子车子票子的，你们家里还有没有存款呢、啊、是不是啊？问这些东西的男孩一律都感觉不好，他说没有感觉。常规来讲，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任何一方要问你有房吗，有收入多少啊，或者问很私密的问题，任何一方都很有想法的，我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就是说也要看对象的，比如对象比较偏内向，他不善于表达的话，你直入问他，那也就是
马上了解情况，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其实很多东西没有绝对的，我认为是因人而异。我有碰到过，就是有一次有个阿姨就是介绍一个男孩子过来，因为我不知道，然后这男生其实可能从国外回来以后和几个上海女生就是相过亲，他一见我就马上开始就还不是很熟，就把自己家里有几套房子什么有没有车，然后自己现在年薪是多少，就自己噔噔噔噔噔噔噔全说出来了。我当时第一印象我就感觉，哎，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东西？后来他就说，因为他在这个上海相亲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说，在上海呢，就是在中国，他这个相亲是要就是基本上是要汇报的，这是一张名片，他就告诉自己，哦，这是这是回到上海以后，上海是这样的，好吧？那我就你还没有问，我就先巴拉巴拉巴拉全说出来了。听他这么一讲，我觉得还挺有诚意的。还有一个要旁敲侧，我觉得范老师说对了，要旁敲侧击，就想了解什么，要绕的迂回战术。不行，这个绕，你以为现在年轻人都很聪明吗？你会这么问啊？你怎么来的？然后知道他是乘地铁来的，还是开车来的，还是打车来的，对吧？就是问这些问题。你家里面是你要问他们工资多少？你不要说哎，你每个月收入多少？你年薪多少？人家男的肯定，假如高，他很乐意告诉你；，比如低的话，人家很不好意思。其实我觉得啊，所以有时候你就说我们出去谈恋爱，你可故意讲这个东西好贵的啊，我们的收入是不是适宜买这个啊？那大家都听得懂了，无意中就知道了。其实我觉得问，那就第一就知道了。其实我觉得问了解都是对的，但是你还不要着急。因为什么？我觉得啊，男人其实都有虚荣心的。当这个虚荣心每个人都有，当他在这方面比较好的话，他也会转弯抹角的让你明白他有什么。对，所以不需要问，他自己就会告诉你。哎，其实你要问了，多此一举。对，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见面要带家属，应该不能带，因为我觉得家长代替不了小孩，小孩根本不能代替家长。可是现在去相亲的都是家长，先互相相一相。我这边要有家长给，比如说很多家长真的，我有时候被他们哭了很难受的。就是有的家长说我女儿年龄大了，还不肯出来。范老师啊，你一定要帮我女儿介绍怎么样。哎呦，讲就哭了。其实我也很难受，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有的家长过来接了以后呢，可能会适得其反。他把自己的形象啊、讲话各方面啊都不注意，让无意之中留给人家的不好印象，就造成人家对你子女的影响。所以我说，家长最好不要加入。你去的时候，你完全不能代表子女，你把子女的心意反而说歪了，会造成子女在找恋爱的时候是一种无形障碍。但是我想呢，要是年轻再去相亲，我肯定希望对方家长出现，我先看看对方家长什么样，因为我了解对方家庭啊。如果对方家长看得不顺眼，人家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双方觉得可以了，他们马上就要求双方家长见面，再见家长，然后见好面以后大家再定事。我碰到这种情况蛮多的，说就是没见面之前或者刚见面，你家长掺入，人家不有没有？人家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你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性。非常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三位超级公益红娘啊，谢谢你们为这个天下有情人做了这么多努力。这个最后这句祝福还是送给所有的单身男女的，有情人终成眷属。